所瞩目的大巨蛋预备赛吸引了上万名球迷进场观赛。今天三立新闻网就带大家来直击，可以看到这里拥有全台棒球场最大的一幕。大巨蛋历经32年的等待终于落成，预备赛由亚锦赛中华培训队与 U23 世界杯中华培训队交手，并开放13000名球迷进场体验，兴奋心情全写在脸上。啊，我看棒球21年。32年大巨蛋终于可以盖好，所以非常兴奋。以下面就是球迷视角啊，桌那个椅子都是还蛮舒适的啊。它的椅子的大小比福冈巨蛋来的还要大，我觉得非常优，对，非常好，很舒服的感觉，真的有点像就是日本巨蛋的那种感觉。除了球场规划获得观众赞赏，记者室也不马虎，宽敞舒适的媒体转播室和休息区让赛事播报零距离。我们把整个窗户打开之后，包括后面的应援团，然后整个球队啦，另外在现场回馈上都非常的及时。这里可以算是整个全台湾所有的棒球场里面应该是最好的一个记者休息区。所有的观众给我的反应都相当不错，说实在他们也很兴奋，我比他更兴奋。首场轰让大巨蛋预备赛获观众好评，期盼未来举办多元国际赛事与活动，写下更多里程碑。